人若痴情有戆胆，爱到会惊，脚手脚痛也是捧杯甲伤心对看。啊，我着要回去县区啦，啊，先说我来公司才载你回去啦。而且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，爸的病情吼已经较稳定啊。啊，医生咧讲，伊明仔载吼，就使刷去普通病房啊啦。德桑也是会当平安，安尼上好。嘿啊，我嘛打电话甲母讲这个好消息呢。天桑，是嘞。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哪会雄雄搞回事嘞啦？我的意思是讲，这段时间都上破病，拢你来照顾，让你真无用。我一个做人的媳妇，什么拢无到啥讲着，我感觉我就。你莫你讲啦，爸的中风哦，讲起来拢爱怪我啦。我这做后生的普通时候无注意身体的状况，啊，毋才发生这个情形。啊，而且吼，咱做人今日是世，去病院照顾家己的老爸，这应该啊。顶多是你啦，你还不用公司的代志，啊，搁爱操烦爸的病情，辛苦你啊呢。来，来等我。好。奶奶，爸爸不是说爷爷已经好了吗？那爷爷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？先生啊，爷爷只不过是吼，只卖当为家护病房，啊，转去普通病房尔，啊，未完全好啦。等爷爷若完全好，就先回来咱家啊，知无？知。可是我好想爷爷哦。先生啊，唔哪里想爷爷，奶奶嘛最想爷爷啊。嗯。爸爸妈咪。轩轩乖，母啊。天上啊，啊你来回来啦，啊你也无得便宜顾恁爸啦。即阵啊，拢天上伫咧病院过道上，我想讲回来洗一下身躯，马上去过道上啊。月英啊，啊你爱上班，安尼会无精神啦。啊无病院吼，阿母来去，啊英啊唔事先互恁顾啦。母啊，啊你的身体也无讲一稳惊啊，你当初歇困啦，爸我来顾就好啊。恁两个卖争啦，阿母，我袂忝啦，互我来去过道上，我即卖就来穿穿。现在好佳哉，就是恁爸吼，迄病情无够恶化，明仔载就去转去普通病房啊。小母啊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人医生咧讲吼，把这个镜头若出院了，爱定定去做复健，安尼就足紧好啊啦。哎，迄复健吼是阿爸的代志啦。即卖吼上个重要，就是恁爸已经是平安无代志啊，安尼上万幸啦。我看你安尼，我心肝内嘛真袂得过。但我保护人是你的媳妇月英啊，煞颠倒去害着你，请你原谅我。
你来创啥？我来关心董事长敢袂啊？你会来关心？阮头三已经予你害到倒地甲虎眉房，是生是死也阁毋知影。林家宏，你到底是还阁想要安怎？董事长会发生这种情形，咱一切罪过上要负责。敢是我林家宏？毋是你是啥？确实也毋是因为你设计，阮倒三嘛袂倒落去。你就会晓讲我要设计的人是你，安尼先啊你无代志，啊董事长煞有代志。安尼讲起来吼，董事长的对方风拢是你所引起的。那这要怪，就要怪。我袂嫌你这王母讲话，你紧离开。你无迄个资格通啊管我，这是病院呢。我欢喜什么时阵走，那是我的自由啦。啊，董事长哦，是因为你的代志来中风啦。我看你这个做新妇的吼。煞敢若无代志共款，你这个做新妇啊，实在真幸运呢。啊，董事长哦，实在够可怜的啦。啊，竟然会带你种查某来做伊的新妇，煞害伊今仔变作安尼啦。若要认真讲起来吼，你的心肝嘛够毒的。你走，你走！你莫发遐大声啦！你发遐大声，时间来引起外人的注意，啊，人若问起，我是要哪应？敢讲我要甲伊讲，啊是伊的新妇踮咧外口甲别个查甫人做伙，啊引起伊的大官住伫家病房内底。你免甲我认啦，啊别人咧惊你，我林家也毋是无咧惊你啦。我阁甲你提醒一下，明仔载我若是阁领无迄500万，你着准备买十支看你家己相。若去予恁翁天上啊看到，死狗，住伫咧家病房内底的人。可怜我，这是恁翁啊啦！足辛苦的啦，公司的大小项代志，需要伊烦恼。即马爸中风，母也身体无好，虽然阁遐尼细汉，爸伫病院阁需要人照顾。啊，这个怪鸟拢会寄金箔啊，安奈夹在遐？500万，哎，你阿尼坐是要创啥啦？之前我了甲我讲，伊借阿舅500万去算股票，啊，这么侪钱，敢嘛同款是借阿舅啊？假使若是，伊就等于讲借阿舅1000万安尼。无可能啊！伊月亮的个性。敢不可能讲这么简单就借人遐尼侪钱？拜托的啦，好啊！阮已经要让你操要一点钟啊呢，你袂忝，阮足忝的啦。啥我袂忝？阮欢迎你有啥事？阮有钱包，我爱去打嘞。
这个，来，你嘴大了，来，小姐姐，好，慢点听，慢点听，来，真的好，来，我斟一杯茶来饮下，吼，休困一下，准备去做运动了，吼。切，讲到你这破少年、傲少年、屁叉子，你什么样哦？叫你做啥运动爱叫？尤其你两个啦，你看，真够外赞的，哎，自从到尾拢无爱着。我是听到袂记啊爱啊啦。啊好嘞，叫大勇再跳舞，先坐休困啦。再休困啦。然后休困五分钟了后，准备做伏地挺身一百下。哈！哎呦，姐啊，你即马是把阮当作新兵来训练了啦。啊，透早带阮踮公司的四周围安尼走一日，啊，搁带阮入来公司咧运动。哎，啊，即马哦，搁要叫阮做伏地挺身一百下，啊，你是把阮当作敌人哟？哎呀！我是为你打电话才叫你做运动的呢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平常时就算运动是你在用，是你在用哦，你永远袂破病。这个啊，咱人吼，普通时做迄适当的运动吼，这是有好处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咱运动若是过量的时阵啊，对咱人的身体哦，真的是一种伤害呢。就是讲，人做运动哦，是慢慢啊来啦。啊，你一声叫阮做遐多，我等下哦，可要去喊客户讲生理呢。啊，这声哦，我若无开力，我是免让客户讲生理啦。哎，啊，老弟啊，老弟啊，老弟，你菜是安怎啦？透早来公司就讲话咧无开力，啊，佫安尼，非常不惯。就欧尼桑啊，伊哦，叫阮做足侪运动的呢，阮才会流汗啊。爸啊，你是佫想着安尼啦？透早来叫人做运动，哎，我叫你做运动是为因好哩，啊，这一只跟你破白鸡啊，拢站无到头。歹势啦，我想恁当处长应该是去受到有村伯的影响，唔才透早就叫恁做运动。哎，讲到这多笨，平常时就是欠运动，才用电话来批落啦。所以我叫你做运动是为你好，结果你才搞我嫌我只好心叫雷针。少啊。我知影吼，你为着阮大家好啦，阮无怪你啦。我打算后礼拜带公司的员工去做一下身体检查一下。好，英弟啊，看吼公司要安怎做吼，阮拢会全力去配合啦。啊，无公司恁小影者，我正有代志，我要出来者。哎，等一下，英弟，一大早就是讲要倒来。我要甲家宏约会啊。当然嘛，无影。我即马要出去，是因为秀玲姐也拜托我替阿贤找英文补习老师。啊，我拢在路口坐啊。我即马要传去阿兰遐。再见。我气死你啊！我干那咧烦恼别人斗代志，家己分数拢无要紧。啊，姐啊，啊恁英弟啊遐个帮助人哦，嘛是去拯着你啊，你应该欢喜才对。啊，哪会咧受气啦？对啊，袂当受气哦，受气哦，耐紧老过破病呢。哎呦，真讲诶，啊，这是上个咧教你哪知啊？啊，阮爸爸教我教啊，伊讲哦，咱做人爱常常咧笑，安尼哦，身体才会用啦。这个，啊，你有听到无？爱较接笑。有影，咱较接受的。安尼好，即摆我咱开始哦，拉手当做伏地挺身一百下。是啊，真正要做？阿云，对我的命令搁你怀疑？安尼好，一百下算哪个做？咱即摆先来做，我来走。啊，我来走一百。信，阮道上即摆情形是安怎？杜先生虽然吼刷来普通病房，但是伊即摆真虚弱，伊等下可能会醒起。伊若醒起，伊讲话神经甲行动的神经，即摆也无法度恢复正常啦。要哪呢？阮家属有啥物爱注意的所在？上重要，就爱让患者休困啦。等稳定了后，伫第七天至两个月的中间，爱进行复健的计划啦。有时啊，恁家属吼，莫替吼患者吼做一挂局部按摩啦，防止肌肉萎缩啦。安尼我知影。
详细情形吼，阮有专业的治疗师会甲恁家属配合啦。只要你好好配合阮医生的指示，恁岛上的病真紧就好起来啊！多谢李丹医师。较等下岛上来清醒，头一个看到我，毋知会阁甲伊刺激到袂？喂，啊，怪英啊，阿母啊，岛上即摆已经送来普通病房啊啦。啊，啊，你岛上是毋是精神啊？也袂啦。啊，不过医生拄则有讲，讲伊可能吼，较等下精神，即摆病情嘛较稳定啊。啊，若病情较易稳定啊吼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，天上敢有来病院？啊，天上啊吼，你先摕一挂汇款去海钓店，互恁交接啊啦。啊，伊有讲摕好，就要去病院甲你接班啊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啦，安尼我伫病院等伊。阿英啊。啊，我会等萱萱吼，伊若困醒了，我物件串串的吼，我就过病院吼，过恁岛上啦吼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哈。先生。阿强啊，真久无看安尼，啊最近哪无去找阮月英啊啦？恁公司开到这么大间，生意这么好，我哪好意思去甲恁加料？莫你讲啦。你唔管月英哦，是上好的、上捌字的呢。有闲哦，啊，较就小找咧啦。好啦，有闲哦，我会去找月英啊啦。啊，你公司生意也好，即摆时机这么歹，可以当做到这么成功，真是无简单哦。哎，是恁唔甘嫌啦。什么唔甘嫌？是恁月英厉害，熬做生意。听讲初步啊，社卖秘鲁哦，就是和月英讲到的啊，对无？其实哦，详细情形嘛唔是安尼啦，算起来。你卖假啦！我甲月英啊熟识遐尼久，伊是毋是有迄个才情吼？我上清楚。人讲娶到好某，较赢三个天工作。你会当娶到月英哦，是恁三代小好友，你爱家惜命一命。我知影啦。啊，天上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哈。哦，好啦，不要忙了你哈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阿舅，阿舅，阿舅，再再。我是有够无头神的啦！啊，想要问阿娇啊，看伊有甲阮月玲啊借五百万去买股票袂啦？我煞袂记得甲问啦，是咧。人若痴情有公道，爱到会惊，脚手脚痛也是，旁袂甲伤心对看。